主料：南瓜100克，大米50克。辅料：水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南瓜洗净去皮，切开，再切成1公分左右见方的小丁。把切好的南瓜丁放入豆浆机内，大米洗净，再把大米与南瓜同时放在一起，加水至刻度线，盖上盖子，接通电源，选择米糊键即可。约20分钟后即可搅拌加热好美味的南瓜粥了。烹饪技巧：米不能放得太多，否则会使机器负担过重，造成糊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